算你不喜欢啦、啊。好啦，包一下我好了。啊，这包一下够啊，不要剩一箱尔。哎，啊，今日甲客人咧，来包伊免五百啊，讲真咧，这包伊拢起价啊，但是我五百哦，你变做食伤久，哦，你食完再过来找我，一包八十块，四包五包爱四百块，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来，这包冇卖啊，这包多少钱哩？两块三百，侬包伊要吃，做只这免煮啊，这已经熟啦，你甲切片吼，啊嘛免切啦，来三百块包伊，啊，搁要爱啥啦？我同学搁要爱啥，搁阿妹子来四包五包七包个哩，来三百块，要云吞你啦。我来两百块来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等下我小家庭我拎我去，来包鱼先包起来，来啊啊，大哥你也要包鱼哦，来赶快赶快，三百块可以，你叫咩叫你啦？边个大哥阿妹啦？来包鱼三百块，包咩条叫你啊？来包鱼是五包，包鱼三百块了，五包三百做少啊，这生意只包钱只不要拎欢喜啦，来包鱼三百块，叫你叫你，来包鱼三百块来。来有人无看到包鱼，紧嘞哈！来三百块全部计少，来五包三百就够少啊！这包够我六包哦，你来包鱼三百块，紧嘞哈！你叫弄啊，什么弄啊，跟你有关系的你啊！来包鱼三百块来，紧嘞四包五包来来，这包够我你来，哎、欸，没啦没啦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来包鱼三百块都弄完了没？有了哈，好谢谢你们，来，二来。鳕鱼啊，好啦，鳕鱼甲客气啦。你好，我阿卡哥，你讲无啊？看无咩？你快说，你快说。阿好，你送这种的，你无买着哦。我跳下楼梯，要让你买啦。不是，我唔知啊，我知啊。我明明就买人给多好，你就头讲无啊，春天。对啊，哎，做生出来啊？我老爸在讲老生呢。来三百，两个人加买着呢，三百多，拄啊无买着，真歹势。来三百块，来阿姐来好无？没有了，来找两百给大哥。谢谢，大哥。我紧无买，我紧哦，因为你头拄啊无会吃，我头拄啊已经买一半，这是有吃的，可是那吃不多。你觉得不要就不要了吼，啊也只拢集中会吃。啊，不过无规矩，你考虑者，我紧无买，我紧。因为伊太贵，人伊太贵，才买不掉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随当。我见了，我见了。OK 啦，哈。你也欢喜啦。你后边迄贵点啦。你食到会欢喜啦。人下好啉啦，真正足甜的啦，你食看嘛就知啦。对对对。你个钱无规矩啦。好啦。哦，你小可甲了解就 OK 啦。这有人变哦。来，小香肠包好，互人来。虾啊，对，种虾啊，你嘛要去看遐，来八百甲包一包。来，小香肠多三倍，拍摄，来包好了，来多过来，多两份，多两份啦，来小姐一份啦，来谢谢，来好，阿要讲劲辣二绝吃够完未？有啊，阿伯无啊？有无啊？有无啊？金妹哦，金妹哦，这个常缺货哦，差不多两个月哈、哦，可以给我几箱而已。哎，一箱卖足紧，因为这真正好吃，这较早你开车载囡仔去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要点什么菜？哎、欸，我要一个三号餐，比亚尔五啊，冷鸡是十九块一模一，两只49块，这是劲辣口味的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大家，大茶。啊，一包要卖偌济？一包卖500，你要卖袂对啊？你要买价格。真真季节，因为后边鸡翅啦，鸡翅所以都无卖鸡翅啦。或者劲辣二绝吃两只49，这两包你拿回去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气炸喉咙二价，免六百，五百了。二节是进那二节是三倍价，一二三个客人来三百块呢，三百块，不是一包哦，不是两包咯，来三百呢。进那二节是真正香的，你若要配比如配烧酒，一包就好吃，一包三百，两包嘛三百，一两节买完来，最后两位了，进那二节是最后价，要给其他听好听，来三百块。哇，三百，给一包卖你就做笑话呢，来小啊啊小姐姐来，来最后一位喽，二节是，来加。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。对不对？你们好便宜哦。来，大哥们哈，谢谢来铁板鳕鱼了。来黑鱼，够有黑鱼，我头段不是卖了，为什么够有黑鱼？为什么了？我坐黑鱼哦，我卖来，你吃蒜鱼来啦，我紧啦。那个今仔卖得来哈，我紧，我先卖这铁板，无肚冻的哦，无肚冻无多康的蒜鱼。这韩剧舞哦哈，
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现在看的东西真的是都是缺货中啊。哇，我多起啊，你们真正哦，阿哥们，你们上平价，你们来八来。我跟你讲，六个客人可以，六个人客，我以为六个人客呢。他都大地，咱画一千，这无多空的，我应该嘛爱画一万一千来，唔免互恁大家买，叫用这个麻醉油，来五百块。五百块。无度洞铁板鳕有人要蒸无？用吹嘛做好食，来五百块。要四地、只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互恁来五百，招一个人去买无？无度洞铁板鳕鱼来五百块，来六片。来八片，来九片，十片给你，来就结阴皮，来五百块完。好喽，有没有要吃鳕鱼？欢迎我爸。那多少杯？你想喝几杯？多少杯？无度洞鳕鱼呀？再来啊！来，我就结阴皮，来五百块。来，我就一个人给等钱。你真正有要吃，你免烦恼，比钱赚来，肯定你会欢喜。来，先就一个人给来五百块。来五百块。给你看，来五百多。啊，给你考虑啊，来五百多。为滴这样没了我诶，了考虑人来五百块，就一个人给买。给你考虑啊，十七片了，十八片了，不是一千八百，来五百块来。问大嫂要搞红毯，你要不要三盘都买嘛？哦，你太巧了。我打还剩啊几块啊？十八。十八。可以起来。要料的，我紧啊。来找五百。较早下班的就好了。我讲后抓来，我无去唔敢咧卖恁咯。有零售，有零售，不用买整盘。大哥有拍摄啊，拍摄。那我袂较少，我袂较少哈。你看人，大家拢贵盘咧，买伊过来玩乐。大哥，新的新的，有啦，我后日袂较少的啦吼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要养。我爸好大一个小姐搞方便嘛。六点。你们真的要看哦、喔？啊，你们慢慢看啊。大爷，你买叫我拍拍手啊。他如果提早卖完，就提早下班。来，我爸，这里我爸。看好了哦，一千十八点五百，有够俗的俗，但是我做歹算账。我到金手，我恁看一下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即款五百，你有哪个底买啊？归起来，到好二十块，我恁蒸，我恁吹都好食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来五百块拢我恁来。哇，要收，哎、欸，超过了呢，超过二十片的人来五百块了，把给你最后四个客人。你请客八百，你又请无一堆，来五百块最后四位，铁板鳕鱼无度洞的，来五百块有啊，我们先来啊。然后收这你去铁板烧吃看嘛，好吧？一顿就九十块嘞，无多空的嘞。这是我一千就好了。这你外口你若要买九千，这贵嘞，一片六十块嘞，因为无度洞的很少有。来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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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最后一个铁板鳕鱼无度洞的五百块都买到了哈。有啊，你卖还卖我好感觉无？来好，谢谢来咸米皮来。咸米肉大生的来，免五百，一条百三百五，来三百块三条哩。这条搁请你，来三百块四条，一条全部八十块，咸米肉做好食。一条内蒸，一条内烘，来后面大只也要，后面大只也要。来三百块二，起啊起来过来。来咸米肉三百块来，进来进来。袂袂俗，三条三百都上俗，四条恁来减二百，来三百块来，够人要蒸买汉堡，来三百块一条都买着，来三百块都先猪肉，还有人没有买单的吗？你还有一箱五百有找吗？赶快减二百，来三百块，好来小姐要，来前面小姐要来，来减二百三百，四条不是三条，四条，来阿彪老大那边，你后面大哥也要，来减二百，免五百，来三百块来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哦，这个回去不要再洗了啊，跟米饭的洗法，你洗好啊，而且口味足好。来五百后面来三百，来全部盖起来哈，袂较紧的来先出了三百，都拿到了没有？都拿到东西了没有？有了哈。鸡块没有了吧？鸡块够不？来这两样都有，这两样都有。哎，虾先我玩不？来这两样我都拿着去，来这三样我有人点吗？这个等一下，他还有，来小香肠也有人还要，小香肠还有人要，还有，他外刀刀的，啊外刀刀的，你今天搞 K 出来哦，外刀刀的。
啊，原来是你客。当地。你也唔问安尼啊？你也是同款啊？来，免300，免500，五个人客尔啊？无啊，来100好来。卖问几条啊？因为这上尾啊，想我话变做解出啊。我卖一百人买两份啊，人拢问问几条。五个人计买得一箱几条？我讲几箱，互你知，你就知你客着几条啊？一箱100条，所以五个人计这样是20条。来三。100块，二来刷，是，没有了。来5个客人，两包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你搁收？我已经收完了。哎呦，你肯定吓，咁样吓，我两个可以用拍。我系睇先，你又要拍，随便叫人都催我。你搞啲烧咧，我话我讲嚟。来海白遐来，啊，咸鱼片叫你催我哇。好，下号。嘛，带已经滚啊，拢搞买几盘啊？你买几盘？我无叫你买几盘，迄时因拢搞问我一盘偌济。哦，我一盘是卖1200，我唔过你买几盘就是800。来，我甲阮当做几盘卖你，想要吃阮大海白4个客人，来200块给我。来200块，来赶紧。这几分两分拢不要紧啊，客钱我得。来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随便你买。来，开始这个钱。来，海白虾200块，你买两份哦。嗯。哦，小等我一下哦，海白虾200，够有人要吃虾啊？来，你买买两份够有劲。真的很甜。来两份。你很久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虾子了，对不对？我虾要请假去，1000个都冰来找你。来，要稍等我一下，因为足多人买阿只虾啊。足够插着钱，所以我爱分钱。我恁给我时间去，我阿我未少，大家等钱哈，谢谢。咁唔叫什么？薯条呀？但你算一只4个人嘅，4个客人可以。2500。啊，看几个甲包搞去。1000。小朋友，这两箱拢是哦。来10个虾。哇，你放一箱鱼啊，包几人？10个。虾子10个哦，虾子10个。来，阿黄金翠鼠来，来找钱。那个虾子稍等一下哦，大概几分钟就好了哈。刚起来，好了没？好，大哥你几包买买，好不？我买个套。好了，等你暗时还可以让姐姐来抄冰棍。来，那个蒙甲的黄金翠鼠，2包300块，你看我袂花人钱一定来。小姐的呀。来，我存2包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有没有？好了，很好吃哦，这蒙甲的哦，可以吗？存这2包300，准备。来，我来，大哥来，给我。对，不是300啦，他是买4包300啦，2包150啦，没有了。来，阿伯讲挪威金鱼片拍手，你单转路啊，小香肠哦，好，来，我这样卖完卖小香肠啊。你是大香肠还是新杯吧？我大香肠，我大香肠阿伯卖，还是来大香肠，我先换换来，要借100块完了。100块。再来一条了，80块，五个人给了。这我调你，这我调你的。有，是那个猪肉啊。有啦，几多人就对啦，那个换啦。真高兴啊！你阿妹，你卖呢？一份。五个人。3个。最后2个。哦，你看，好价格好算，是落阿要来无啊？那无约代志。有。无啦，是算算个黑价吧。有啦，算。太高贵，算算个黑价。2份包在一起。食价格起来算啊，你较多好。来，再一个1份的好。哈哈，阿贵啊哈，我拢话你平平安安啊，再花安尼才舒服着。来100个，有人无看到无？诶，2条100还要考虑哦。来200块，最后一个大香肠，谢谢。再一个，大哥你要要，赶快，最后加，要整整千几片青鱼精要喝起来。来最后一个100块，来多了。阿哥，超啊没听啊你。好啊。好，来挪威这一片来，刚才前面买到的，一片80块，外面卖85，很合理。来买500块面啊，哦，他多少杯咸鱼？500要照啊。我不要卖500了，4天就300多块了。来300块就一个人给金钱，金杯金杯，大你金杯。这个这地哥请你5地啊，这地哥3地，6地啊，头家来未啊？把头家走未啊？走来啊！来7地哦，来8地卖你500就上少啊，来300。这地我苏宁哥请你9片给你，来300块来，赶快喜欢吃挪威鲫鱼片的动作，走喝价。而且它是薄眼的，你煎用烤的都很好吃。来来，大哥，大华姐哈，来4片、5片、6片，来7片，
今天三张一起。来八片九片，来三百块来。哦，帅哥，我真的忘记了。这你无必用行的嘛，肯定用真的就够好吃啊。老板，我这中秋节一堆人搞杯，这等于用行的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呢。我们没有烤的，我们煎的就很好吃的。来，无关着等我哈，诶，我算我到地，看你看好包哩，诶，阿婆安尼哦，歹势，点地就该对不起啦，我猜我搁三片九片，来四片，来五片，来六片，来七片八片，再送一片九片，来都拿到了没有？弟弟你要进一片要哈，来三八我的五万牛，来有人无看到物件，紧甲我讲啊，来前面妹妹你拿到吼。啊！你遐是招人啊？袂啦，我都下尾好人面啦。以前无用就是啦。有两百。啊，辛苦你啦，没进去。但一个转来，遐还袂搞地，你是咧车坐哪位咧？来三百拢关了吼，这里面好来后边老大阿贵也帮我接一个。各位右边右边，来六地八地来，七地去哪里来？三百好，安尼拢关了吼。以后要搞要减面皮六地啊哈，六片三百啦哈。来有了吼，好谢谢。拢看到物件，搁问一摆。有了吼，好谢谢。安尼你甲头一下钱，啊小香肠来配出来。我花枝手卷出来。来花枝手卷，刚才买的，来开始了。来五杯两包爱共哦。手卷手卷。对上，可以退了。铁路出版。你要什么？了解，那个，你这个吗？我再给你五分钟哦，啊，不然会被大队算你牙哦，紧回来哈。这个先卖一下，小姐要的。来200块给我。哦，这都是你的。没有。他今天不是啊？没有，我们旁边啊，哎，我是讲啊，遐厉害，来拢我厉害两班。你看加油呀！你看加油，你够机会啦。有听到啊？人家弟弟都长得很像，老板你长得好像金城武哦。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你要什么？还要什么问题？你好帅哦！哎，你讲更像何润东，何润东你要拿啥？哎，你不为难啊！来，我们吃托特的，来讲吧。哎，囡仔人讲的，你别生那个屁啦！哈，伊也大汉啦。你要怎的？你肯定不是金毛王，对吧？哎，我怕说，你来，热火好吃不？不够糖吃无，我吃够热火的，等一下。我要给你啊！来拖车，我爸过来。哎，拖车卡够有啊，我不是卖完啊。来吃掉，你带我爸走。刚才没有买到土托鱼的，麻烦你们动作快一点，可以吗？来，多少人无买到拖车的？走啊！哦，来，钱几毛紧的。来，这一盘让你们高兴，虾子快好了，虾子快好了啊！我无爱卖500啊，钱几毛紧的。加四条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300，来1000个，来1000，好看嘞，钱点啊紧嘞，不好意思，只有5个客人，其实我做袂爱安尼话啦，但是足侪人会拢会等一半，我要让他们值回票价，啊无人会五个华人来台北来，要买一半哦，伊等于哦，好，来1000块来，叫掏钱叮当来。来要吃鱼烤的1000块，无人饮酒啊，真正无人要领导呀。来1000块来，来开始喽，开始喽，不停喽哈。这4500买不到了，不要停喽哈，不要停不要停。哎呦，龟有税吧？这一片就将近200了。来，我再送2片龟鱼让你拿回去签。来1000块来，来只有5位哦，哦，所以拿1000块一点。来1000块得。来，他今晚无单节，写单餐会啊，这请我喊你的话题呢。来一起，来再来一片，反正就5个客人而已，聊聊这就说来1000块。Hello， 有人要订单不？1000块。来1000块。你上，上下好不？来钱。快点哦，等一下我后悔哦，要收起来喽。来1000块。拜托的，这块200块变贵啊呢，不高吧，去吧。这一块就是鳕鱼，就是你们常在吃的鳕鱼，格林兰的扁鳕。1000块买不到这一盘的烂片。来1000块。来1000了。上来。上来。哦，够多，够多。哎，只有5个客人，老板，赶快拿钱。两个。来，加个钱。
有没有考虑找渔船出海拍影片？对啊，要来。你看弟弟哥在讲啊，啊，今天找渔船出去拍影片，来哦，打把旁边这些那个船家都愿意给你。最好解决啊！你刚刚来无外久了，旁边过两行啊，我欢喜，这条都继续。光今天直播已经超过啊，超过足济啊！现在才又跳。最后一个。来，最好一个几千块。来，中行五安，中行五安哈。汤姆这两只，葡萄用这个，鲑鱼用这个，蒜用这个，哇！啊，无汤汤配要安怎？三汤三汤啊！一顿你给我揢两袋起来煮鱼配汤头。没有了。我给你做一吃，一包半杯，多少三零五块了？我怎么会晕船？来了，吃完了。来，落个揢啦。落个还没准备啦，一千块来，来落个来。以前中国提供还不是坐船回来？大哥，你要什么？等我。等我，等我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等我，你等我啦。来拍摄我的人去听哈，来先开始先我人拍到广场。要休假的时候要从广场走。有咩麻烦的？来有咩？来麻烦哦，你关一下哦。嗯，今天都大包的。哎，鳕鱼、骨头鱼、鲑鱼呢？对不对？伊是不是讲我做成迄落？对不对？好，来讲，但系你去讲我拢 OK。哎，坐船五万，刚刚没看到哈。你要处理他，大家打个招呼，下次还。来，好，伊讲要一盘啥？我搁一个啦。一盘。哦。虾啊有啊，好未？好啊，虾啊好啊，好我来，拍摄拍摄拍摄。后壁无搞鱼迄落啦，无搞鱼电力，所以我唔太饱好啊。阿伯的过江嘛，来，哎，完了八派。那个小香肠也能点哦。二来小香肠来。李北鱼，李北鱼，李北鱼，来阿黑啊嘞。我们虎烧麦还有吗？有。那个全包了。没有了，到底有还没有？虎烧麦后边给我们装包鱼啊。没有了。来，黑啊上背来麻烦姐哈。来，黑啊吼，那卡袂叮当，我来甲捧下去。来，刚才有买虾子的，来拍摄，谢谢，我来录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虾啊，来，大你万两蚊哦，来，进来。来，虾啊，多三无买着，进来。我来大了，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大地过一片哦，你播完嘞，准备播完了。你小香肠先包下去好不好？来，小香肠你多。拜了，拜了，拜了，我还可以来，我给炸龟箱了。来六个客人。我们的小香肠超好吃的，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用炒的，香肠炒饭里面能吧？一个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七百块我来。来七百块，来三个。来听好，六个人客量，六个量，六个而已哦。十二条，十三条，一百块哦。来十五条给你们，来六个客人，七百块，六个人客量，进来。要吃小香肠，全价好价，七百块。最后三位小香肠七百。Hello。最后两位啦，15条，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手机，一个就是15条，你来最后一位喽，好，六个客人给他包到完，来，我们这边啦，哦，谢谢，那个大鱼卵还有多少？卖掉红个人，加油，个回收来，先虾仁分担都过来，来，能扒过来，你要虾仁吗？好，你要虾仁。